你好。好，各位老师好。怎么称呼呢？我叫周明林，来自甘肃兰州。哎，小周啊，看着面熟。对，之前来过我们的节目。之前来过一次。对。为什么对小周这么面熟呢？首先是因为长得非常福气啊，有非常喜庆啊。另一点就是，之前节目组有几个实习生跟我说，甜甜，你知道吗？小周是一个收藏神童，他从小别人丢沙包的时候，他就玩铜钱、捡瓷片。那你是真的是从小一直就喜欢玩各种各样的收藏吗？对对对，从小就喜欢这一类东西。然后，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会攒一点钱去古玩城呀，或者去哪儿会去买一点这种小东西。然后现在已经在北京有一个店。哇，哎，你今年几岁啊？今年21。你才21岁，已经在北京拥有一家古玩店了。但是我们也要问，因为今天是鉴宝的现场嘛，你有没有打过眼？有，只要是心态不对的情况下就会打眼。你觉得什么样的这个心态算是一个对的心态呢？买东西的话，一不能图它便宜。假如说店主给你开2万，但这件东西能值10万的话，你这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能挣这8万块钱。能挣，但是一定要小心。就是我打眼，可能10次打眼里面有8次都是图便宜，图便宜，然后人家开了一个捡漏的价之后就被漏给捡了。买的没有卖的精。对对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藏品，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是一个墨床，因为古人他写字画画是研墨的。它的那个墨条还没有干的情况下，它是要放在搭在上面晾干之后再收到盒里面的。那你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？以我目前的这个水平来看的话，应该是清代的。你觉得它是清代的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接下来小周的考试时间到，请小周输入正确的答案。您觉得这件藏品它的市场行情现在应该是多少？我有一种就是小学生考高中生的感觉。小周输入的是10万。对，请专家来辨假识真，有请。小周，那么这个古玩行呢有2句话，一个呢叫做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，还有一个面，这个古玩呢，它在鉴定上有模糊性，价格上有模糊性，永远是一个捡漏的乐园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王老师讲的也对，就是说也不要是因为它价值低就不敢下手了，但是这一点要对高手来说的。我总结过一句话：10次打眼，9次探，还有1次是自满。但有没有捡漏的情况，确实有的老板没有看到它价值，把价钱要低了，那就是看你的慧眼，你是不是略高一筹才能找到这点，还是眼力问题。提高自己的知识，不仅仅是鉴定古物的知识，而且还有文化知识。这个中国的文人呢，他实际上是挺甘苦的，十年寒窗，一天到晚在这读书，所以这个文人呢，他有时候在这里面他单调了以后呢，他就要开拓自己的精神世界。怎么开拓呢？在这个文房四宝之外，出现了一个文房小九件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墨床算是一件，笔筒算是一件，笔格算是一件，甚至于那个放浆糊的那小罐子也是一件。这件东西呢，也是使用的时候磨完了放上面，不至于把其他地方弄脏，如果粘到玉上面是好洗掉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啊非常有意思，而且呢它上面雕的各种各样的东西。这个墨床上面我们看到这只梅花呢有个最大的特点，它不像一般的那个把这个后面这个地子啊作为背景了，而我看到这个呢，它的地子是一个老树的树干，这个非常好的。我个人理解啊，这实际上在激励人家，不仅仅来说的话要像这个梅花这样，而且还要有耐心，老树开花，
不要到的时候今年考不上不行，明年考不上还不行，范进中举50多岁了，考了20多次考上了。所以在这点来说的话呢，不仅仅是在这个给人一个娱乐，给人一个在赏心悦目，而且呢对一个读书人还是另外一种激励。那么这件东西呢，经过我的鉴定，通知：华山论剑2018席卷全国第三站藏品海选鉴定活动即将开启，时间2018年3月10日8:30到18:00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站前西路121号南昌古玩城。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，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，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，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。垂询热线：010-8414-8511、029-8986-3002。详情请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。经过我的鉴定，这是一件真品，和田青白玉的清代的老树土星雷的墨床。谢谢老师。请专家输入估价。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了，我们暂时封存，不影响店主的报价，跟咱们的同行师哥师姐们来了解一下市场行情。咱们清代这种和田玉的墨床，它既是这个实用器呢，又是文房雅玩之器，就小气大雅之意。上面这个玉质呢非常的油润，它这个刻工呢也非常的有力道，非常精美，所以我个人给出一个报价是，第一个报价是60000，师姐给打了60分。都说君子爱玉啊，作为我的理解呢，有三点。第一点呢，这个玉的材质是否温润；第二点呢，它的雕工是否精美；第三点呢，就是它的年代是否传承有序，或者是否是出土有老沁。我觉得这三点这块墨床全都具备了，看你想不想出手了。我给一个咱能探讨的价格好不好？啊，求购价是12万，有诚意。下面来揭晓专家估价，来7万。马老师，这个我们这个价格啊，三个价格都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。这个墨床它好在哪一点？一点柳裂的没有，但是可能我对这个玉的这个要求高了一些，它微微带一点泛青，就是青白玉。这个这点来说的话呢，让我对它价格压低了一点。你看我们现场的打分，60-70分、120分，对，都是可以的。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。谢谢老师。年轻有为，继续加油。